尊敬的诸位法师、诸位嘉宾、诸位大德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今年三月份，越南佛教会副主席兼总秘书德善法师，越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院长周文俊先生，临平省越南佛教教会理事会副会长明光法师，以及虔诚的诸位大德一些，亲自到香港来，邀请我前往来庄严壮丽的鬼哭访问。对于诸位法师与大德的诚挚邀请，我非常感动又感谢。然而岁月不饶人，这个用了92年的舍身，令我感到力不从心。加上欧洲有一系列的行程安排，这个月中旬我就必须前往法国巴黎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开会，使得我无法如愿地前来贵国观摩与学习，我感到非常抱歉。为了不使大家太过失望，我诚恳地录制这个演讲，希望能弥补我未能亲自来访的遗憾，也请求大家体谅我分身法说的苦衷。主办方给我这个题目是佛陀教育，至善圆满的宗教教育，这让我简单介绍佛法。在座的有许多是佛教徒，学佛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佛教，否则就会变成迷信了。认识释迦牟尼佛，我年轻的时候就认为佛教是迷信，是多神教、低级宗教。幸好在26岁那年遇到了方东梅教授，他是个大哲学家，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。方老师在这个课程的最后讲到佛经哲学，那时候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是我闻所未闻，所以我开始对佛教产生了兴趣，认真研读佛书之后，我才了解佛教是教育，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教我佛法这第二位老师是佛门的出家大德张家大师，他说我们学佛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
只有对佛陀的一生有了真正的认识，以后学佛才不会走岔路。大师指示我阅读释迦方志或释迦谱，也就是读释迦牟尼佛的传记。阅读了这两本书之后，我才发现到释迦牟尼佛的身份，用现代的术语来说，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还没出家之前，他的身份是一位太子。年轻的时候看到了世间众生的老病死苦，就希望能够找到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，于是他选择了出家去修道。经过多年的修学，并经过六年的苦行，还是找不到究竟的啊离苦得乐之道。最后他在菩提树下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的烦恼统统彻底放下，于是他恢复了自己自信本有的圆满智慧，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开悟之后，他就开始从事于讲经教学的工作，从30岁开悟一直到79岁圆寂为止。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没有停止过，他一生教学的目标与宗旨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帮助众生获得智慧，破迷开悟，最终离苦得乐。佛教的学位制度，佛教讲的智慧包括三大类。第一类叫一切智，要用现代哲学名词来讲，就是正确的了解宇宙的本体。这样的智慧在佛法里称为一切智。阿罗汉证得这种智慧，获得正确的果位，这好比世间的学士学位。第二种智慧叫道种智，种是指现象，宇宙之间的现象种类无量无边，这许许多多的现象怎么产生的，从哪里来的，现象过程如何，后来结果如何，能够正确明了宇宙万象的智慧，这叫道种智。菩萨证得这样的智慧，获得正等正觉的果位，这好比世间的硕士学位。第三种智慧叫一切种智，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究竟圆满的明了，没有一丝毫的迷惑，也没有一丝毫的差误，智慧达到究竟圆满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见，佛证得的智慧，获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，这好比世间的博士学位。所以佛并不是专指释迦牟尼佛，
一个人，而是指证得究竟圆满智慧的人都成为佛。佛法的修学体系，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所讲的内容非常多，这些内容可以归纳成五成：人成、天成、声闻成、缘觉成、菩萨成。成是交通工具，这是一种比喻，对于欢喜做人的，佛教他受持无戒，无戒能把他送到人道；对于欢喜升天的，佛教他修十善，十善能把他运送到天道；对于欢喜成为阿罗汉的，佛教他四谛法门，解脱生死轮回，这是声闻者。对于欢喜成为辟支佛的，佛教导十二因缘法门，不仅断了粗重的烦恼，连烦恼的习气也没有了，这是缘觉者。对于欢喜成佛的，佛教导他修六度万恨的法门，广度众生，圆满菩提，这是菩萨者。以下我们用净业三福来简单介绍五乘佛法的基础。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为韦提希夫人说，这三福三世诸佛净业真言。三世诸佛是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一切诸佛修行正果都要以这三福做基础。我们先看第一福，有四句话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，佛经从印度梵文翻到中国，中国的文字非常特殊，而且含义非常深，是一种智慧的图案。这个孝字是会意，我们要体会这个字的意义。它上面是个老字，下面是个子字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的，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过去还有过去，未来还有未来，过去无时，未来无踪，无时无踪的时间和空间，就是佛法里所讲的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宇宙是一个孝字。所以什么人能够把孝做到圆圆满满的，给诸位说，只有成佛。如果不成佛，这个孝字怎么做也做不圆满。所以孝亲不但是奉养父母，戒经里面讲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这是把孝顺父母这种孝心发扬光大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就是一个孝道。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佛法是四道，四道一定是以孝道为基础，没有孝道就谈不上四道了。孝顺父母的人就会尊敬师长，
假如他不尊敬师长，不听老师的话，不好好的学，父母就忧心，就操心，这就是不孝啊。兄弟一定要和睦，如果不和睦，父母会忧虑，这也是不孝。他一定做事情认真负责，一定奉公守法。为什么？不使父母担忧，不使父母牵挂。所以孝道确确实实是信德的究竟圆满。佛教给我们从这个地方学起，要尊敬老师，佛是我们最早的老师，3000年前开端的老师，连这位久远的老师都尊重，都念念不忘，对眼前的老师哪有不尊重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供佛像是返本报时，是报恩的意思，这是一定要知道，而不是把它当作神明看待。这是为什么佛弟子要供佛像，它有非常深的教育意义在其中，让我们看到佛菩萨形象就想到孝敬、孝亲尊师。地藏经是佛教里的孝敬，佛在地藏经上讲大圆满之后，接着就讲慈悲，此处敬业三福，在讲孝亲尊师之后，接着也是讲慈悲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慈悲是非常重要的一门科目，孝敬扩大就是慈悲。慈悲为什么头一个不杀？一切恶业当中，杀生这个恶业最重。为什么？一切有生命的众生，没有一个不是贪生怕死。今天你杀他，他会怀恨在心，你杀我，我来生一定还要杀你。这样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仇恨愈积愈深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所以讲到慈悲，慈悲包括的面是无限的深广，所以佛特别提出这一桩事。换句话说，杀生就是不敬老师，因为老师教我们无戒，根本戒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的。我们今天还杀生，哪里是听老师的话？这就是不敬老师。不敬老师也就是不孝父母，父母希望我们听老师的话，依照老师的教训去奉行，但是今天不听老师的话了，所以这些杀生不但慈悲心失去了，而且孝敬统统没有，所以这个意义很深很深。后面一条是修十善业，十善业是世间善法的标准。佛告诉我们，
能够修这十种善业，决定不堕三恶道。上品的十善业就能够升天。如果再加上禅定、四无量心、慈悲喜舍，他就升到更高层的天上，很高的，像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十善可以归纳为三大类：身、口、意。身有三条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。这是对在家同学们说的。如果是出家，就要改成不淫欲，把它断得干净。讲道不邪淫，众生流转在三界当中，三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如果淫心没有降伏，他的善修得再高，也只能生在欲界天。欲界有六层，越往上面，情欲越淡。由此可知，真正修禅得禅定的人，定功把淫的念头统统扶住了，决定不起现行。所以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这五欲统统没有了。虽然根没断，他有禅定的功夫，这一个念头不会生起来，不会起现行，这才有资格生出禅天以上。讲到不偷盗，偷盗是不欲而取。我们今天投机取巧，想漏一点税，漏税就是偷盗，是偷国家的罪，犯得更重。我偷一个人的，将来还一个人的债；我偷这个国家的，将来这个国家这么多的老百姓，人人都是我的债主，这还得了？还不清呢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一定是奉公受法，决定不敢投机取巧。所以不犯盗窃，不犯淫戒，不犯杀戒，这叫身三业。口有四种，口是指所说的言语，有四种善法。第一个是不妄语，妄语是存心欺骗他人，也就是不诚实。第二种是不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，在甲面前说一说你的不是，在乙的面前说假，说你的不是，这是斗乱两头，挑拨是非。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的，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人都不是有意的，无意当中他会挑拨是非。就像有时候传话越传越恶，把意思传达错误，本来人家没有这个意思，他在这里说话，这里添一点，那个点添一点，加油添醋，就把人家的意思全弄颠倒了。所以
这是很大的过失。小者叫两个人不和，大者是两个国家打仗，这个过失很重，决定不能够疏忽。那第三个是不倭寇，倭寇是说话没有分寸，没有礼貌，很粗鲁，使人听了之后很难受。第四种叫不齐语，齐语是花言巧语，说得非常好听，可是用意不善。譬如现在社会上许多电影、许多歌舞、音乐听起来很好听，看起来也不恶，他叫人什么？都是叫人造杀盗淫妄，这一类统统属于其余。口要立这四种恶业，口业就善了。第三，意业，也就是我们起心动念，念头里面归纳为三大类：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贪是讲贪爱，包括吝啬，所以常讲见贪。我们对自己没有的，拼命在希求，希望得到，这是贪心。对于已经有的，放不下，舍不得，不肯帮助别人，这叫吝啬，这也是贪心。贪是修学佛法最大的障碍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布施，布施就是把贪心舍掉。有一些学佛的老同学，对世间法的名闻利养，他不贪了，这很难得。可是他贪佛法，这也想学，那也想学，诸位想想，他的贪心并没有断呢。佛教我们断贪心啊，不是叫我们换贪的对象。从前贪世间法，现在贪佛法，还是贪心，贪心还存在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对佛法和世间法通通不能贪爱。其次是不嗔恚，实在讲为什么会嗔恚？贪不到就嗔恚，如果贪到了，他就不起嗔恚心了。嗔恚是很大的烦恼，贪嗔痴叫三毒烦恼。见贪是恶鬼的业因，人死了为什么会变成恶鬼？贪心未断。为什么会堕地狱？嗔恚未断。为什么会变畜生？愚痴。什么叫愚痴？世法佛法有真有假，有正有邪，有是有非，有善有恶，他辨别不清楚，没有能力把假的当作真，把邪的当作真，这是愚痴，并不是他有意这样，他是无意的。为什么无意？愚痴，没有智慧。所以三毒烦恼是我们真如本性里最严重的障碍。佛法的修学应该从哪里修？从根本修。根本是什么？
根本是心，心有贪嗔痴，有贪嗔痴就是错误了，必须把它修正过来。所以从心改起就是根本修，身善口思意善合起来叫十善业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我们统统都能够做到，这才算是世间的善人。世间法里讲善男子善女人，必须要符合这个标准。但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这样还不够，因为那个标准比这个还高。可见的这是个最低的标准，但是已经不容易做到了。三福第二福有三句话：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这说的是二乘福，二乘就是声闻和缘觉，也就是小乘的佛法。我们知道大乘是以小乘佛法为基础，今天我们修学大乘佛法，小乘经不学了，这就好像盖大楼，地基不要了，地层也不要了，就像从第二层盖起，这叫空中楼阁。所以怎么盖都盖不成功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代没有见到真正的佛法人才出现。不像过去代代都有高僧大德，都有真正修学的在家居士出现，这一代就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了？就是大家把基础疏忽掉了。小乘建立在人天基础上，就是建立在前面这个基础上。前面讲的孝亲尊师慈心修持善业，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有这个基础才真正能够入佛门。有了学佛的条件，这一入佛门就要先拜老师，受三皈依。三皈依是非常隆重非常严肃，是一桩大事，不是小事。这是我们正式要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，这一生依照老师的教训来修学来修行。正式拜老师，老师一定要把学佛的指导原则交给你。从今天之后我要修行，修行要有一个标准，把这个标准传授给你。这个标准就是修正行为最高的指导原则，这叫传授三规。三规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古时候讲三规大家都懂，不会错解意思。佛教传的年代久了，传到现在我们一听佛法僧就把意思解错了，
想到皈依佛，就想到佛像。我皈依这个佛像，这是大错特错。想到皈依法，就想到经典；想到皈依僧，就想到出家人，统统把意思错解了。在唐朝的时候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大概就晓得这种情况，怕后人对三皈误解，所以他老人家传授三皈时候讲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大家一听，这不至于误会。然后他给大家解释，佛者觉也，佛就是觉悟的意思；法者正也，法就是正知正见；僧者净也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所以我们修行主要的依据，就是要依自性觉、自性正、自性净，这叫自性三宝，这是真正的皈依处，而不是皈依某一个人。先说皈依佛，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我们从九缘界以来，在六道里轮回，实在讲的是无依无靠，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怜。这也是因为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，没有遇到一个好老师的缘故。今天遇到好老师，老师教导我们，你要从迷惑颠倒回头，依靠什么？依靠自性觉，你的自性本来就，所以皈依佛，佛不是外面的佛，是自性佛。净土宗常说，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，阿弥陀佛是自性变现出来，释迦牟尼佛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统统是自性佛。所以我们皈依的是自性佛，就是自性觉，佛就是觉的意思。从今天起，我要觉而不迷，无论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我都要觉悟，决定不能迷惑。觉而不迷，就是真正的皈依了。如果皈依了佛，还是迷惑颠倒，还是颠三倒四，你就还没有回头，也没有依靠，那么你的皈依是有名无实，是得不到护法神的保佑，得不到感应。所以一定要认清楚，要皈依自性觉。第二，皈依法，法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、想法，完全与事实真相符合，这也是正确的思想、正确的见解。在佛经里面讲正知正见，或者讲佛知佛见，佛知佛见就是真知真解，这是法，这是自信的法宝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皈依，皈是从我们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错误的看法
回过头来，要依靠自信、正直、正见，这叫皈依法。所以法是自信的直接，不是跟着别人走。所以佛之伟大，佛之令人敬佩，佛没有牵着我们鼻子走，佛完全叫我们做一个顶天立地独立的人，这是他值得我们尊敬之处。身是清净的意思，六根清净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接触外面色声香味触法的境界，凡夫接触都会被外面境界感染。怎么感染呢？染上贪嗔痴慢，见到顺自己意思的就起了贪心，贪就是染污，不顺自己意思起了嗔恚心，被嗔恚染污了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无欲其情统统是染污，这都是心地的染污。佛告诉我们，自性本来是清净，没有染污。现在要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，依自己的清净心，这叫做皈依僧。三皈总结起来说，皈依佛就是求而不迷，皈依法是正而不邪，皈依僧是静而不染。佛教我们修学这三大要领，就是三个标准，修正我们的行为。这三个标准就是觉正见，就是自信三宝，是每一个人都具足的，时时刻刻要想到觉正见，要用觉正见来修正自己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这样你就是真正皈依了。第二句教给我们要持戒，具足众戒。众是众多，众多的戒条里面最重要的是五戒啊，五戒是佛家的根本大戒，能够持守五戒，下辈子就能保住人生。底下一句讲，不犯威仪，威仪是礼貌礼节，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应该守一些规矩礼貌，这是属于威仪。第三佛是大乘佛，大乘也就是五乘佛法当中菩萨乘。大乘佛有四句：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全心信者。第一句叫发菩提心，我们是大乘佛教，所以发菩提心常常挂在口边上，你要发心，都劝人发心。到底发什么心？什么叫菩提心？很少人知道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。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的心，真实不迷的心。觉悟什么？
觉悟到人生真正是苦。佛给我们讲三界痛苦，不但人苦，天上也苦，人间三苦八苦统统去除，这不能跟诸位细讲，细讲两个重点也讲不完。真正把三界的真相搞清楚了，你这才求悟，觉悟之后，我们要离苦的路。怎么离苦？一定要超越三界。怎么超越三界？依照佛的方法，真正修行，这才叫真发菩提心，真正觉悟。另外，佛给我们讲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具体的说明。大乘菩萨发了大菩提心，要以四弘誓愿的标准来看，就很容易明了。菩萨的心是普度一切众生，不但知道自己苦，要度自己，要度自己的家人，要度自己的亲戚朋友，还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平等普度，这是大菩提心，这是四愿里面的第一个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实际上四愿就是这一愿，后来三愿是为了完成这一愿。我要想度众生，如果度自己都度不了，你能度什么众生？那么要度众生应该怎么修法？要先断烦恼，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这就是修行的一个次第，不能不知道。先断烦恼，再修法门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末后一条佛道无上誓愿者，就是烦恼断尽，法门圆满，无量无边法门，没有一样不通达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啊，这叫做成佛道。第二句，深信因果。我早年刚刚念《观无量寿佛经》时，念到了这一句，就起了疑惑。三福第三条是菩萨修的，菩萨还不相信因果吗？后来念华严经，念到十地品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地方的因果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这一个因果是在讲许许多多的菩萨都还不知道，所以佛在此地劝他深信因果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文殊普贤善财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相信这一句。所以读华严经，讲华严经，才把这一句搞通了。原来这一句搞不通，可见的这实在是不容易。第三句读诵大乘，菩萨修福不能一天不读大乘经，
读经，注意一定要记住，经不是念给佛听的，读经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训。像我们念无量寿经，就等于阿弥陀佛在面前教导我们，他所讲的一切道理，使我们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它里面有很多教训，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或者是行菩萨道的时候，要用什么样的心态，什么样的方式来做。换句话说，一切教训都要把它做到了，那么读经就有利益了。以上十句都是自利的，都是自己修行，只有最后一句佛教的我把佛法广泛地介绍给大众，后面一句劝经行者，要劝别人修复，要帮助别人精进，这就是菩萨度化众生。所以凡是大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那个善就是这样的条件，从孝养父母到劝谏先者，统统做到了，这才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。可见的那个标准不一样啊。佛教的特别法门净土法门，从上面的说明当中我们可以了解，修学佛法到成就道业是很不容易的，单单讲要断粗重烦恼都已经很困难了，何况是要修学菩萨道。所以佛陀教导我们一个特别的法门，那就是净土法门，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不用断烦恼就能成就的法门，只需具足信愿行三次量，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发了48愿，摄受一切念佛众生，真心希求往生极乐世界，不再留念这个世界，老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信愿行都很坚定，到了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待业往生极乐世界。到了极乐世界，你的寿命无量，可以一直修到成佛为止，这是最直接最圆顿的法门。佛陀教育是至善圆满的宗教教育，我曾经按照中文的意思来介绍宗教含义啊，宗啊，在中文里头有三个意思，主要的重要的尊崇，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教育教学教化，两个字合起来加上人类两个字，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。我在世界各地倡导宗教团结，
宗教回归教育，宗教互相学习，这是促进世界和平最重要的下手处。我向各宗教领袖提出这样的宗教定义，供他们做参考。他们都承认自己的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遵从的教化。这个，因为所有宗教都是神圣的爱的教育，都叫人爱人，不能害人。而且各宗教都教导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、圣贤智慧的教育，这四种普世教育能够促进社会安定和谐，人民幸福安乐。由前面所述可知，佛陀教育是大慈大悲的教育，所谈的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和圣贤智慧的教育都讲到透彻圆满了。它不只能令人获得世间的安乐，而且能获得出世间的安乐。所以佛陀教育是至善圆满的宗教教育。最后祝福诸位身心安康，六时吉祥，祝福贵国国运昌隆，国泰民安，祝福世界安定和平，永续大同。谢谢大家。